的了？出啥事了呢？你偷人西瓜了？我偷啥西瓜？我家一地西瓜呢，我都劝人偷都没人偷。咋回事呢？可是我媳妇疯了啊！这我一进屋也不知道咋回事，大嘴巴我小牙都给削掉了这个。妈呀，那咋不上兽医站打一针呢？上什么兽医站呢？那我去看看你媳妇，你搁这待一会儿。哎呀，来了，好了，这不认人，见谁打人？你快给我躲一下子吧，咱们。往哪儿躲？快躲！那范老四，范老四，你给我出来！哎，我看你往哪儿跑！哎，哎，范老四，我让你进屋了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赶紧给我出来！进来。那个，你还认识我不？嫂子。我呢？大哥。范老四，你赶紧给我出来啊！啊，那个不行，弟妹，平静平静，有啥事慢慢说啊。嫂子，我现在的心情就像双十一那天的马云，我沸腾了，就像炉子上炖那个铁锅炖大鹅，我咕嘟了，我这点汤马上就要靠干了，嫂子。那就添一瓢水呗。有多少水够他范老四咕嘟啊？出轨了。拖拉机轱辘又跑丢了。人儿，范老四他外边有人了。你可别瞎说了，这老四是多本的个人啊。他本的，他要是本的，这全村的就没有本的那老爷们了。你们看这是啥？嗯，在网上跟别的女的聊天记录让我给抄下来了，证据。哎呀，弟妹呀，你瞅你这大呼小叫，我心咋地了呢？那网上聊天挺正常的事，那是哪句话是真的？信那玩意儿干啥呀？你大哥总聊，我连瞅都不稀得瞅。我刚才还聊了你，嫂子，那你是不知道聊的啥内容。你要是知道，你也受不了。那能聊啥？啥呀？听我给你念啊，亲。这时候你俩是不是应该配合我一下子？那当着你面我俩就亲呢？就是啊，你俩都结婚20来年了，当着我面都不好意思亲。他范老四跟这个女的在网上啪嗒一口就跟我们亲了，大哥谁能受了啊？谁能忍受得了大哥呀？哎呀我的弟妹呀，不是哥说你，你有点太 out 了。亲是啥意思知道不？就是握手的意思。我给你演示一下，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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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有呢，我给你念，亲，在吗？亲，我在，么么哒，么么哒，摸哪了？那摸哪也不行啊。么么哒啥意思呀？上手了，嫂子，么么哒，么么哒，上手了，来，来，先，我的，你别老摸我呀，你这，那个，弟妹呀，你知不知道么么哒是啥意思？那和亲是一个意思，还得给你展示一下，亲，把碗刷了，我不去，么么哒，嗯。啊，么么哒，太厉害了，这么露骨的词儿你都给演示过去了。我说大哥，那你看下边这句呢，亲，你对我第一印象咋样？亲，真甜。哪甜呢大哥呀？啊，你瞅我们家范老四长得像大咸菜疙瘩似的，他哪甜呢？我跟他过这么多年我都没尝出来，他怎么就知道甜呢？他哪甜？大哥你说他哪甜呢？大哥呀，老四有糖尿病吧？你呀，净扯那没用。那有糖尿病就甜，那要胆有病还得苦呗。那得咋说？告诉你，甜就是问候，问候对方身体好吗？最近咋样啊？问候，你明白不？那下边这句话你再给我解释解释。亲，我们还有继续的可能没？亲，我要的可多了。亲，你要啥我都给你。大哥解释。那还解释啥呀？这不明要了吗？就是啊，
你俩都明白了，你还老问我干啥？还有更过分的呢，亲，你都给我了，家里能同意不？亲，你放心，我瞒得可好了，一定给他个惊喜。嫂子，这是惊喜吗？这是惊吓，我必须 KO 他。你有这个实力，我跟你大哥一旦看着就嫂子，我指定完了，我亲眼看得进来的。范老四是爷们儿，你给我出来！弟妹呀，不是，啊，别激动啊！范老四，我出来了。我今天我就出来，你能把我咋的？你别吵他了，你我出来，我出来干啥？我牵着我新疆养狗掏了呢，这家给我揍的，大嘴巴子都削的。后来我一听你们唠这个嗑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又亲谁又摸哪了？过来，哎呀，你给我过来！哎呀，别动手啊！我过去。你还敢犟嘴呢？你是吗？你敢打我呀？你咋？哎呀，老四，嗯，是打我了吗？那你疼不疼啊？范老四，疼。我告诉你，别上帝无辜，你给我过来啊！你别这样事儿，你干啥呢，弟妹？停！干什么玩意儿？你们啊，是瞎话不？老四，你给我出来！出来！哎呀，大哥，削出印子了都！你怎么这呢啊？有你这么干的吗？种点西瓜挣点钱，这家给你嘚瑟的。这个女人她容易吗？啊，你怎么这么对待她呢？行了，这点词儿都让你给我咽了。啊，你说她容易吗？啊，哄孩子做饭啊，洗衣服，这个刷碗，那么容易呢？啊，是她长得磕碜点。啊，不管了。就算他磕碜，你也不能外面有人吧？你咋想的？范老四，你给我过来！弟妹啊，你就别动手就行啊。媳妇啊，我说你能听嫂子不？不动手能不？不动手，我过去倒行，媳妇，但是当咱俩当着必须得给我隔一个人。哎呀，我这不搁这隔着呢吗？我问你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那女的是谁？大哥，你还吓人不？你说这事儿啊，你们家这也太恐怖了，这。范老四，啊，小纯纯是谁？小纯纯，我根本都不认识。挂号月圆又是谁？我不知道。挂号月圆不是你的网名吗？我不知道，不是我的名，网名。停。王半田，啊，你的网名不叫光好月圆吗？对呀，啊，这不是你的聊天记录吗？啊，这回明白没？大哥呀，啊，是打我吗？我也没疼啊，嫂子。嫂子。我在这块儿啊，巴巴的劝人家的，闹了半天呢，那是你大哥出轨了。嫂子，平静啊，平静，嫂子，平静啊。我平静不了了，我此时的心情比马云还沸腾着。我就是个铁锅上的蛋鹅呀，我都孤独了，我汤都快烤干了。嫂子，你烤干了，你干什么？你多少再添点汤呢？多少汤也下不住王半田孤独啊。嫂子，别生气啊，嫂子，你坐这儿来。嫂子啊，嫂子啊，你不哭啊，嫂子，咱不哭啊。哎呀，你擦脚步。大哥，你给我站起来。你说你这几年卖点西瓜挣点钱，你看你把你做一个女人容易吗？一天给你生孩子、做饭、洗衣服、带孩子、苦干。啊，你行了，别哭了，我这词儿都咽里了都。停，哭啊，停。
驯兽呢？你们都给我哭迷糊了，你知道不？坐着，来来来，给你给我坐着。老四，我就想问你，我的聊天记录怎么能跑到你家电脑上？对呀、啊，你的聊天记录怎么能跑我？他啥时候去的呀？问谁呢？大哥，这个事还得你说。我还想问你呢，你说吧，是不是你怕你媳妇啊盗用我的网名去跟人瞎聊去了？大哥，我有你这么大能耐吗？编编的多好，编吧。不是编，老伴啊，我想起来了，老四啊，你看是正事儿。有一次我上你家去了，咱俩喝酒，喝着喝着你说菜不够，你要去买两个咸鸭蛋。有的事啊，我等了半天，你也没回来。我也不是在那等鸭子下去吗？我说你就是下出来，他也不是闲的。闲不闲不说，我等了半天，我仔细一看，那是公鸭呀！我一看，那会儿你干啥嘞？我待着没事，我就在你家上上网，用我的家电脑。对，嫂子，差评了。差别了，差别啥？那不都看鬼吹灯看的吗？都会编故事了，编的有条有理的。行，王满贤，我今天都看透你了，你真能耐，出息了，咱俩到此结束，离婚。媳妇，撤，停。咋想的？老四，你们两口上我家来干仗，把我们俩活聊起来了。你嫂子放大招要跟我离婚了，你们俩收工了，有这么干的吗？那我正常应该怎么干？帮我圆呗。咋圆呢？你撂他干？小纯纯，你看见没？这都找上门来了。大哥，你快点出去！哎，我出什么去？我出完了，老李叔，咱们一块安排完了。来，安排啥呀？是老爷们，你当面接。还得嫩脸皮呢。喂，你谁呀？王大哥。哎呀，你小声挺甜呐。你胆大，你过来，我给你倒地方。你来呀，我跟你拼了！哎呀，你有点素质行不？你就蹦得再高他也看不着。王大哥，这做什么声音啦？刚才呀踩猫尾巴上了。你谁呀？王大哥，你忘啦，我们在网上聊过。哎，你不是花好月圆吗？我是买你西瓜的小纯纯。啊，你是要买我西瓜那个呀？对呀，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要买你20000斤西瓜，你还说要给太太一个惊喜嘞。哎呀，那个亲呐，当时是怎么回事呢？我跟你聊半天，后来你也没理我，我寻思你就说搭了嘴话呢呗，我就隐身了，缩水里去了。哎呦，这件事我们也不好意思了，我们也需要和合作伙伴商量一下。这样哈，瓜的事情定下来了，现在把你账号给我，我这就把钱给你打过去哦。